大家好，我是小乐。这几天又有一场蓝毯在深圳举行，现场灯光把人照的缺点全暴露了，太一言难尽了。迪丽热巴身穿红色撞色抹胸裙走上了蓝毯，初看这身礼服感觉还挺适合颜值惊艳的她，但是经不起细品，这身礼服的花色图案越看越土，很像小网红的度假风。这次热巴的妆发也是感觉不适合她了，露出大额头的复古卷发和裙子很搭。 和热巴的颜值不搭，热巴的巴掌脸上好大一个额头，五官也好大，尤其是眼睛，看起来好像悲伤蛙啊。细看热巴的高清生图也是如此，感觉五官比例大变样了。脸上粉底和脖子颜色也是大反差了，嘴角附近的小细纹也是让她颜值大减了。刘雨欣从头黑到脚，但她的耳朵、脖子都挂满了首饰，就连黑色皮手套上也戴了戒指，像极了一个黑色假人首饰模特。 纯黑的穿搭看不出什么时尚感，各种首饰也乱搭一通。刘雨昕的时尚造型让人不知道如何评价是好了。不过在视频里，刘雨昕的皮肤状态倒是看得一清二楚，右脸颊上好大一个痘坑，高清生图上也是好多闭口，看起来皮肤状态有点差。江疏影的法式黑色长裙还挺独特，确实是很显气质。比起她之前的红毯造型，是多了一丝特色在里面。丸子头下颜值也是很不错啊。 就是灯光太灾难了，显得妆好脏啊！但这裙子有点暴露上臂粗的缺点了，整个人明明很瘦，露了手臂就莫名显胖了。杨采钰这是咋了？怎么突然从一个气质美女变成了迷你版的贾玲了？这差大到让人认不出了。中分发型也让人脸大了一圈，眼睛看起来都小了许多，尤其是这个红唇，喜感十足。这么大的变化！ 现场的发腮照和精修图完全就是判若两人的感觉，一个是发福的富婆，一个是复古富家女。杨采钰，你最近是吃了什么发面馒头啊？周也这套粉色抹胸裙感觉设计感不太行的样子，两颊粉扑扑的腮红也太显眼了，再配合着这个发型，在高清生图下就好像个假人啊。野子是真的努力营业了，手提小包的样子像极了主播卖包的样子。 于文文的这身黑白灰的格子套装，感觉和她还比较搭了。于文文除了飒爽的一面，还有淑女的一面，能看得出于文文有点小发腮，不过颜值还算在线，还是挺美的。就是这个灯光真的打的人好奇怪。杨千嬅还是一副酷酷的样子，这套闪闪发光的长裙也很符合她的气质。熟悉的紫色头发，有点像九零年代理发店的发型照片。 吉娜的脸和身材真的是不用说，皮肤状态也是极好的。就是这个服装审美是怎么都不在线了，这个严严实实的粉纱裙真的是大写的土气，一下子老十岁有没有？四十二岁的熊黛林也太会保持身材了吧？这套白色深 V 长裙被她穿的也太绝了。但是近看之后感觉有点不对劲了，是灯光把眼睛照成了两个吧？还是真的成了悲伤蛙啊？感觉眼睛好怪呀、啊！陈飞宇这是穿了个啥？ 整个人好像一个老干部的样子，尤其是那几绺挑染的白发，像是看到了五十岁的陈飞宇了。穿衣服别学你爸！啊。张凌赫和林毅穿着同款米色裤装，身材高挑的两人虽然搭配不同，但都穿得挺有王子的感觉。马伯骞的这个小背心配小马靴，看起来真的很五五分，在红毯上看起来有点莫名，好像是怎么回事？除了红毯上，明星在现实生活中差异也很大。 这几天因宝格丽事件被牵连的刘亦菲，现实中和路人合影的照片虽然很糊，但还是看得出她状态不错，休闲装扮给人很亲切的感觉，看得出是素颜，没化妆，五官也很出众。早些年刘亦菲的颜值简直是令人惊叹的程度，五官精致，皮肤细腻有光泽，好水嫩的一张脸，比电视镜头里的还好看。被路人偶遇，正在和妈妈购物的刘亦菲，气质和身材也是一绝了。 侧脸简直太优秀，真的是一眼就看得出是大明星了。在路人镜头下能这么惊艳的女明星不多，但必须要算上张柏芝。虽然她穿搭审美有些凌乱，但五官简直是一绝，线条太流畅太惊艳了，绝对是一眼就能认得出的那种。和路人合影拍照的张柏芝，五官真的不要太优秀啊，感觉在人堆里都在发着光了。身材、肤色、五官在娱乐圈里都是拔尖的李小冉。 在路人的镜头下更真实了。这个照片是一点滤镜都没加，但比加了滤镜还美。素颜又戴口罩的她，星味十足。在娱乐圈里没有美的那么出众的孙怡，在路人的镜头下有点绝了。夏天被拍展现窈窕身材，气质和状态也太好了吧。冬天孙怡气质就不一样了，保暖的穿搭尽显优雅气质。真诚的笑容果然是必杀技啊。杨幂在普通人堆里真的是耀眼的存在。 露肩露腿真的好性感，即便是穿着衬衣短裤，也能看得出杨幂超出普通人的完美身材。然而，有些路人镜头里，杨幂的五官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，和素人相比，也只占了个身高优势，脸型缺陷有点暴露了。在红毯上能美出圈的杨颖，到了现实生活中，好像并没有美的那么惊艳，肤色黝黑，穿搭普通。 精致的五官在棒球帽的遮盖下也看不出什么，这样的杨颖可能从你身边走过都没人发现吧。霍思燕接恩、嗯、恒放学被路人偷拍，画面里的霍思燕穿着昂贵的小香风外套，但还是有点莫名的土气。旁边的恩、嗯、恒也和普通孩子一样，头发长得还有些凌乱，和大家在综艺上看到的简直是判若两孩了。金莎这两张地铁照也让人很惊讶了，金莎穿搭朴素。 妆容也很简单，可能是戴了口罩的原因，真的很难发现是她本人。原来女明星也可以那么完美的融入人群，不被人发现啊！林允这两张在高铁上和路人的合影，也不知道是出门太匆忙了，还是没了造型师的辅助，林允的发型也太凌乱了，显得头大又邋遢。也就是肤色和身高比普通人有优势一些，五官是真的挺普通的。 赵露思和路人的合影，虽说她本人状态也是很不错，双马尾好可爱，但旁边那位小姐姐竟然也蛮亮眼的，有点意想不到。而看了吴宣仪和路人的合影，竟然有那么一瞬间没有分清哪个是明星，哪个是路人了，真实镜头下颜值暴跌啊！除了女星路人镜头下的男明星们，情况就更糟糕了。前段时间蔡徐坤在泰国的旅游照片被网友发了出来，虽然没有很糟糕。 但也和荧幕形象有些差距了，尤其是蔡徐坤这两张合影，穿着宽松 T 恤的他头肩比太普通了，甚至还有些显头大。素颜的他眼睛也没有化了妆好看，打眼一看真的以为就普普通通一个大男孩。彭于晏在路人镜头下简直就没法看了，这凌乱的头发，五五分的身材，彭于晏是这从偶像型男变攻的型男了吗？这形象完全就是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啊！ 看了林心如、霍建华和路人的合影，对曾经台偶男神霍建华，画面了，五官油腻，看起来像是喝大了，而且小肚子咋都出来了呢？反而林心如依然是美的，只是老了一点而已，状态还是和当年一样。霍建华整个人就感觉是猛的，和荧幕形象也差太多了吧？鹿晗和关晓彤在路人镜头下也是和荧幕上不一样了，没化妆的鹿晗有点沧桑，脸和眼睛也都有些肿。 看起来都有些苍老了，反而衬得关晓彤更美了。男明星在现实生活中好像帅气都消失了，吴彦祖都变大叔了，远远看去还真有点翻版倪大红的意思了。这两位的风格又不同了，胡歌仿佛是留了两个月头发，正要去剪，硬是被粉丝拉住拍照的。吴京则是战狼变奶狗，周丽静家的都快认不出了。两位和路人的合影也太喜感了吧！看完路人镜头下的明星们。 还是想感慨一句：真正颜值爆表的明星太少了，大多数明星的颜值也是普通人水平。明星们的高颜值多数都是靠化妆造型撑起来的，在生活里没有这些外形上的帮助，他们也是普通人。因此，大家也不必容貌焦虑，好好打扮一下，人人都是大明星。